大家晚安，我是建设国中管乐团指挥郑顺胜，很高兴建设国中管乐团可以在我们民生社区里面办这样的一个音乐会。那建设国中管乐团的组成主要都是七年级跟八年级的学生，也就是国一跟国二。那很难得，通常我们每年暑假八月的时候，通常八升九已经去准备念书了，所以他们其实实际上他们已经从管乐团毕业了。那可是。 今天很难得的机会，他们八升九除了念书，他们开始这一周他们的辅导课以外呢，他们又回来空出一些时间来做了一个管弦乐团的练习。那我们在音乐会最后，我们会准备两首管弦乐的曲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带来我们管乐第一首曲目是盖希文的 OK 序曲。这个曲目呢，老实说，在外面很少听得到，因为盖希文。 他写了很多很有名的这些蓝色狂想曲，每个人在巴黎。可是这个 OK 序曲并不是那么常被听到，可是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旋律，叫做Someone to Watch Over Me。就是听到这首歌，大家会觉得，好像很耳熟能详。大概就这个旋律会比较耳熟能详一点。可是这个序曲是很难得，我们可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给大家听。好，接下来带给大家盖希文的 OK 序曲，谢谢。 Thank you.
好，刚刚带来的这首盖希文的 OK 序曲，大家都知道盖希文是一个结合古典音乐、爵士乐跟蓝调音乐，把它成为非常好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作曲家。所以他只有短短38岁的在世，只有活了38岁，可是呢，他写了很多非常非常棒的作品。那接下来呢，第二首我要为各位带来的是我们往日本，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男歌手，他叫做米津玄师。那我想可能比较年轻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学生，大概会知道他里面很有名的一首 Lemon， 然后这里面还包含了有一个 Loser， 还有什么 Peace Sign。好，那这个编曲家他用了米津玄师5个曲目把它编成一个曲目，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米津玄师的精选曲目，谢谢。Thank you.
谢谢。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带来的这首曲目叫做《乘着鱼龙的背》，这个是在2003年由中岛美雪所唱的，然后它曾经是一个还蛮红的一个日剧，叫做《小孤岛大医生》的主题曲。那后来也被我们台湾的歌手范玮琪把它翻唱成中文叫做《最初的梦想》。那我觉得这首曲子的旋律写得相当相当的优美。那可能各位观众们，你们会发现说，我们接下来的曲目有几首跟龙有关系，或间接的一些跟龙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年的成发会的主题，我们跟龙的曲目做了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关于龙的曲目。那明年呢，未来的一年，我们会做跟山有关系。这几年我们接受国家管乐团有帮自己设定了一个主题，那我们就依照这个主题来做一些呈现，那找跟这个主题有关系的一些曲目。就我在这边做一个预告，如果你还喜欢我们的音乐，那你可以把明年2021年的6月13号晚上空下来，欢迎6月13号到中山堂来听我们明年度的成果发表会。好，谢谢。
OK， 接下来呢，为各位带来的另外一首跟龙有关的，叫做《龙之夜》（Dragon Night）。这一首是由日本的世界末日合唱团所演唱，一首蛮有名的一个曲子。那很高兴今天晚上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演出，所以如同这个歌词里面，它里面有一段歌词是说：“今晚我们像朋友一样高歌，今晚我们要像朋友一样起舞。”所以带来这一首曲子，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飞行巨兽，这是流传于美国伊利诺州密西西根很上游的古老地方传奇。然后根据描述呢，在这个密西西比河的附近出现了一只头长的鹿角、红色眼睛、面像老虎却又像野牛巨兽，所以这个伊利尼印第安人就给它取名叫皮亚萨。那皮亚萨指的意思就是指说它会吞食人的命。那有关于这个皮亚萨，它的起源也出现很多很多的传说。那这个乐曲呢，就是在叙述这个伊利尼的部落有一个酋长，然后他利用自己当诱饵跟族人一起消灭皮亚萨，让皮亚萨不再侵袭，最后保存了这整个部落。那这首曲目非常的好听，然后对我们管乐来讲算是各个管乐团都会演出。那我想带来这首曲目，也让社区们的民众看看介寿国中的管乐团，其实他们在面对舞台上面的一些胆量上面的训练，他们有非常非常的稳定的演奏能力。那近六年以来，我们都进了全国音乐比赛的特优，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就不用进到台北市赛，我们直接取得了这个台。
台北市的代表球每年直接进军到全国赛，那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未来多多给我们鼓励，让我们能够再挑战更多有趣的曲目。那我们今年演了有另外一首 Lucky Dragon， 那因为这一首的曲目的编制比较庞大，所以比较可惜没有机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曲目，因为我们的这个场地需要再准备更多的乐器，所以希望未来有机会，希望大家进到介寿的校园里面来听我们演奏，谢谢。Thank you.